美南国际电视15.3频道为休斯顿的京剧戏迷们迎来了一个良师益友，他就是著名京剧艺术家杨派老生张克先生。八号下午做客由郭峰主持的《风云休斯顿》，与休斯顿国剧社姚新植先生和观众朋友们一起谈天说戏。节目于12月13号晚上7:30播出，请准时收看。张克先生享誉菊坛，他是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国家一级演员，龚老生杨派，曾荣获梅兰芳金奖、白玉兰奖、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中国京剧流派传承班杨派指导教师之一。喜爱国粹艺术的朋友，精彩节目将在12月13号周二晚上7:30到8:30播出，敬请准时收看。